老衲在此，师傅，你们放了他，老衲跟你们走。我们就是不放他，你也得乖乖的跟我们走。上，哎，你们混蛋，有种的冲我来！哎，放开我，放开！师兄，见到你可真高兴啊！别高兴得太早了。
要追了，我们赶快回去。国师，匆匆忙忙的干什么去啊？皇上在吗？你找皇上，是不是又要搞什么阴谋啊？常山王爷，您怎么这么说啊？国师，宫廷里面不是你能玩得转的，小心把自己玩进去。谁玩谁还不一定。哦，阿弥陀佛，方丈能平安回来，大家也是多谢两位方丈，请请。师父，师兄，你还有胆子叫师父，还敢叫我们师兄？我早已发过誓，一定要狠揍你一顿。你三师弟，三师弟，哼，三师兄，你干什么要揍我啊？我违反了四规，自然有师父按四规惩罚我。你凭什么揍我？再说了，我又没闯什么祸。哼，你还想抵赖？敢做就要敢当，主持的弟子就是被你用打狗棍打死的。还有，客栈里的老板也是你和你的那些徒弟们害死的吧？你还敢说不是？你身为嵩山少林的弟子，却不懂得维护少林的名誉，竟带着那些地痞无赖抢占了我们叶泉寺院，在叶城周围百里作威作福，欺压百姓。这些事情是不是你做的？师父，我没有做过，这与我无关啊。你们为什么要冤枉我？如何证明与你无关？你们说说，朕这皇帝当得怎么样啊？天子之相，帝王之气，我大齐皇上英明神武。英明神武。那这天底下还有人敢跟朕作对吗？民心所向，万民归一。撒谎！在朕的眼皮底下竟杀出一帮黑衣人来，分明是与朕作对。朕让你们查，你们查出来了吗？皇上恕罪，下官正在加紧追查此事，虽还没有全部查明，但也搜集到了一些消息。那些黑衣武士个个武功高强，善使兵器。放屁！这也算消息吗？这本来就与我无关嘛，我一点也不知道，这不关我的事。一定是你们搞错了。大家都冷静点，总该给他一个解释的机会吧。梅兄弟，把你离开寺院以后发生的一切事情原原本本讲出来。我离开少林寺以后，就一路来到了邺城。我本打算多玩几天，消了气就回寺院的。哎，没想到游逛到邺泉寺院的时候，
正碰上这里的官兵在抓和尚，我也被抓了起来。你是说叶泉寺院的和尚是被官兵们抓起来的？对，听说他们犯了谋逆的大罪。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我为了逃命，就告诉他们我是从少林寺来的。哎，没想到第二天他们就把我给放了，还了我的打狗棒不说，还请我到叶泉寺院教新收的徒弟练武功。就你那点本事，还有人拜你为师？说谎也不动脑筋想想。我知道你们都看不起我，认为我没有本事，所以我才想做一番大事业给你们看看。我没兄弟也要为少林寺立一份功劳。你的功劳是不小，如今少林寺出败类的消息已经传开了，少林寺的名声被你彻底毁了。不要再说了。关于这些事情是不是与他有关，还要等查清楚再说。师父，您不能再心软了。梅兄弟被人下毒了，而且刚才他还救了为师一命。三天之内要是再查不出来，朕就将你们扔到大锅里煮了，还不快滚！请皇上息怒，臣有一些愚见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还有什么话不能讲的？尽管讲。谢皇上。给他扶下去。四师兄，慧人，四弟，这是疲劳所致，快点把他放在地上休息一下，让他躺舒服了。对对对，把他放平了。师父，究竟发生什么事了？为什么那些黑衣人打的都是少林拳？哎，暂时就不要再追究下去了。明天一早，我们就赶回少林。回少林？大家这么拼命救你，你却不打算查清真相，就这样回去？否则的话，会有更多的人受牵连。退避三舍，唯恐惹祸上身，这不应该是你呀。汐月，你应该离开这儿。离开这里，你的心才会更平静些。我不该离开我的仇恨之地。汐月，你的生命比什么都重要。哦，两位长老，我看叶城的苦难会越来越多，你们二位是不是也随我们一同回到嵩山少林避避风头？哎，寺院被毁，弟子被抓被杀，我们两个如何能离开邺城啊？我们做好准备，引入民间，再传佛音，以图他日复兴邺泉寺院。罪恶必灭，佛音必至。
师妹，你跟着我干什么？师父的话你要好好琢磨琢磨。是我父亲让你跟着我的。师父他希望你回嵩山去。我心情不好，我想自己走走。师父，徒儿无能，没能保护好师父。你不要这样讲，你何过之有？为师将你打入到谷底，是为师让你保护好袈裟。袈裟呢？这就是传说中的达摩袈裟。正是。阿弥陀佛，礼佛，引人向善。我们传递袈裟，就是传递禅宗精神，绝不能被邪恶之徒窥视，更不能让贪欲之人亵渎。弟子们，我们保护袈裟，就是保护人间的和平，就是保护人民心中的一片净土，拒绝邪恶。弟子明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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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阿弥陀佛。师父，他们杀进来了。就算你是皇上，佛门境地岂能容你滥杀无辜？滥杀？说得好，说得太好了，朕就喜欢听这个词。谁要是敢拦朕，朕就杀他；谁要是敢违抗朕，朕就会让他死有余辜。老衲倒要请教皇上，到底是为什么，为何要抓走我叶泉寺院的弟子？朕做事从来不需要理由，抓几个和尚算得了什么呀？只要朕愿意，就算烧了所有的寺院，杀光所有的和尚，也不过小事一桩。做梦！佛门弟子就算拼了性命，也不会让你得逞的。你这个慧奴，不要莽撞。好，太好了，你终于开口说话了。阿弥陀佛。就为了你这句阿弥陀佛，当年你竟敢背弃朕，现在难道还指望他能救你的命吗？你站住！难道你一点没看出师父面对你有多痛苦吗？你知道什么？你知道全家上下三十几口人一夜之间全都死在你面前，你当时心里有多害怕？那种情景你一辈子都想象不到的。我都明白。我用不着你同情我，更不需要你故意说出这四个字来安慰我。说不出来的痛苦才是最需要独自承受的。你，我理解师父的痛苦，更能理解师父选择放下报仇内心承受的煎熬。如果你是我，你会怎么做？这是仇恨。我知道，我也曾经想过放下仇恨，可是一回到邺城，我就是想报仇。除非
除非杀了那狗皇帝。我师父到底与你有何恩怨？你究竟想怎样？问得好。朕正想问他呢。朕想知道，十多年前，你为何违抗朕的指令啊？凡尘俗世，对于贫僧来说，早已成为了过眼云烟。施主，又何必耿耿于怀呢？朕让你说你就说嘛。不然的话，我可就无法保证你的安全了。既然如此，贫僧就直言相告。贫僧当年不愿意身陷于乱世，落得个不仁不义。是我不仁不义，还是你？啊？你好好想一想，仔仔细细的想一想，十多年前发生的事。当年，北方外夷入侵。边塞战火燃起，飞马告急朝廷，孝敬帝午门外亲自点兵十万，封你为北征军统帅一职，率东路迎向边界。我被孝敬帝封为骠骑大将军，统领西路大军。我日夜兼程，和北域军队在燕山大漠一战，全军上下同心协力，杀得天昏地暗，血流成河。我没有想到，你率领着东路半道杀回京城，高相国暴死后发动篡位，建立了大齐，并毒死了敬帝与其诸子。这种不忠不义、凶狠残暴之举与我恕难从命，所以我开始反思，我打了一辈子仗究竟是为了什么。天下在不断的坏，吃苦受难的是老百姓，如果我们不再打仗，不再争夺皇位，天下会不会太平一点呢？传我的命令，十万大军就地解散，该回家种田的种田，该团圆的团圆。我只求摒弃所有的功名利禄，天下太平，与家人相依为命，共享天伦。可是没有想到，你竟然对我全家三十几口早就下了毒手。汐月，如今贫僧已经是出家之人，过去的一切恩怨都已经化解，施主又何必苦苦相逼？天下没人敢对朕说一个不字，你算是第一个吧。你要老衲干什么？
我想请你谈谈，谈谈当年你是怎么背弃我的，谈谈我又是怎么当上皇帝的呀。师父不能去。师父不能去。走，进去，进去，走，快点，快走。求皇上放了他们，老衲愿拿性命作为交换呐。你的性命对朕来说一文都不值，朕要的是他。休想！休想！行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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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朕没有耐心和你们一帮和尚啰嗦。慢！只要你把他们都放了，我答应你。师父，师父，嵩山少林弟子听命。这是为师自己的决定，任何人都不得干预，否则的话，轰出山门。师父，没有了您，少林何在？免除佛门之灾才是当务之急，难道你们这一点也不能理解师父吗？我陪师父去。我也陪师父去。哦，感人呐，实在是太感人了。朕真没想到你的弟子们比我的臣民们忠诚多了。我太感动了，所以我决定不杀你了。我要让你在我的宫里享受享受非同一般的待遇啊。皇上，我求求您了，善举是有回报的呀。我当然要做善举了，我说过不杀他就不杀他。我呀，其实就是想有个伴儿，啊，我身边都是一些窝囊废，谈起话来无滋无味，我就想找一个啊，谈起话来有味道的人。我保证，不杀你。不惧生，何惧死？啊，好，说得好，那就。请吧，师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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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！你的弟子们有愿意随同师父去的，可以一同去啊。我们都去，都去。师父，你让我去我也去，你不让我去我也得去。师父，我也去。师父。回元。师父，师弟们都交给你了，如果你们还认我这个师父的话，你们就要遵守四规。师父，师父，师父。咱们去把师父救出来吧。
出什么事了？少林方丈为救叶泉佛门弟子，刚才被皇上抓走了。啊？什么？那狗贼刚才来过？哎，师妹，你干什么去？我去杀了他。这太危险了。我兄弟哪去了？师弟受苦了，这何必呢？我想救你，你得给我个机会啊。我早已超然若俗，无怨无诉。你真的甘心忍受皇上所做的一切吗？众生无我，苦乐随缘。如果整个少林都会因为你遭到灭佛毁寺的报复呢？佛门的不幸莫过于有你这样的弟子。是佛门的不幸还是我的不幸？一个国师算得了什么？高阳身边的人连条狗都不如，功名利禄又算得了什么？哎，哎，长山王何在？你喝醉了酒不回寝殿休息，跑到这儿来干什么？你让他出来，你快点把他交给我。我让你睡，我让你睡呀！哎，住手！快把母后放下来！你敢教训朕？母后，母后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快去叫太医啊！哎呦！母后。母后，尘世浮华不过是过眼云烟。你既然看透了这些，又怎么还会站在这里？因为我不甘心。回到少林，那才是我想要得到的归宿，也只有利用权势才能帮我实现。师父传承的达摩袈裟乃是少林方丈地位的象征，只要得到袈裟，我就能重新成为少林正宗弟子，执掌嵩山少林寺。你还是执迷不悟啊。不管你怎么说，最后的赢家是我。明天狗阳不但要让你当众像狗一样求饶，如果你要不屈服他，他会用天下最残酷的刑法将你处死。目前只有我可以救你，我给你最后一次选择的机会，救出达摩袈裟，让出少林方丈。还会怎么样？然后我会向皇上求饶，
留住少林，饶你一命。究竟发生什么事了？啊？我刚才做什么了？你说呀，我刚才做什么了？你什么也没做，不过是在母后面前撒了酒疯。母后，母后，儿臣是醉酒一时糊涂，而不是诚心的，而把您摔成了这个样子。母后，母后，您能原谅儿吗？好，也罢，儿臣要在母后面前谢罪。皇上，你就是要忏悔，也用不着以死来谢罪。你又来教训朕。要不是因为你在母后的寝宫，朕又怎么能跑到这儿来撒酒疯？就算是臣的过错，也请皇上放下剑。快把剑放下。母后，你真的不责怪朕吗？皇上只是酒后失态，何怪之有？快听话，把剑放下。好，朕听母后的。朕听母后的。现在该说说你我之间的事了。我可以交出袈裟，也可以让出方丈之位。师弟，你同意了？当年佛祖被正法统，以此法衣为信物，辗转传授。师祖将它交给我，我就应该好好护视，将它交给合适之人。我最合适了。好，我现在要问你几个问题。何为佛？何为禅？还有，何为佛心？还有，何为袈裟？师弟呀，你还在玩弄玄虚。我告诉你，就是一个字，我。你答对了。师弟想通了，你把袈裟让给我，你是我的上一任，这还需要我来回答吗？神奇故事到处把你传扬，金蝉的武艺举世无双，少林寺威震四方，悠久的历史源远流长，少林寺美名辉煌，千年的无私神秘的地方，
少英雄豪杰都来把你敬仰。少林，少林，有多少神奇故事到处把你传。